今天是女孩的生理期，然而同班同学知道后立刻减坏了她的卫生巾，只因她的等级是 S。 原来女子高中二年五班有个奇怪的规定，每个周四必须进行一场金字塔游戏，简单来讲就是互相投票，以票数的多少分为 A、B、C、D 四个等级，等级越高特权越多。最直接的是不可以忤逆上级。金字塔之外还有一个等级，获得零票的即为 F， 等级 F 和不参加的人将遭受无休止的霸凌，每人每次可以给5个人投票，不能投自己，也不能重复投同一人。 最重要的是，参不参加全凭自愿。故事还要从一周前说起。刚刚转学来的女主高鼻梁，在报道的时候被短发波波头踩了一脚。她非常的不好意思，于是好心的透露二年级报道的教务是在四楼。然而高鼻梁有些疑惑，短发波波头是怎么知道自己要去哪里的？这里提一下，班主任是德善的弟弟程玉辉，他把高鼻梁带到一处偏远但很豪华的教学楼，并交代这里只有一个班级，也就是开篇说的二年五班。有过多次转学经验的高鼻梁深知为人处事之道，想快速融入班级的话。 有两种人绝对不能接触，第一种就是傻瓜，而第二种就是他的同桌，不良少年。同桌黑长直的脸上有烟烫的疤，手臂上满是淤青，怎么看都和好学生联系不到一起。下课后有几名同学过来打招呼，其中有一个是傻白甜，可还没说两句，黑长直就暴躁地站了起来，并且愤怒地走出了教室。打招呼的人表示最害怕他，傻白甜赶紧打圆场，并介绍了人见人爱的练习生。这时全校第一班长通知，下一节是音乐课，如果迟到的话会被锁在门外的。 第一天放学，高鼻梁刚走出教室，所有人突然转身看着他的背影，说不出的诡异。往后的日子里，高鼻梁尽可能的和同学们搞好关系，唯独除了同桌黑长直，因为在他的身上总能闻到烟味，所以更加确定这人是坏学生。很快到了星期四，傻白甜不小心踩到了黑长直的鞋，他显得非常的害怕。不过好在什么矛盾也没发生。下午的体育课，高鼻梁看到黑长直和校霸们坐在一起，胖同学立刻上前安慰，和那种人当同桌一定很难过吧。然而实际上， 校霸们霸凌的对象就是黑长直高鼻梁，意外发现他明明是边缘人，为什么大家还那么怕他呢？高鼻梁劝黑长直像学校举，肯定好过不声不响的被人欺负。如果可以的话，他希望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就在这时，高马尾闯进器材室，表示班级举办了个游戏。黑长直一听这话，立刻提醒高鼻梁赶紧回到教室去。班级里坐得整整齐齐，仿佛在等高鼻梁一样。班长见状，走到黑板前，讲述了金字塔游戏的规则。그럼지금부터 제13회 피라미드 게임 시작할게。投票期间，高马尾和胖同学示意高鼻梁互投。其实高鼻梁也在合计，互投的话最差也会得一票，那样就不用当 F 等级了。然而带投票结束后，胖同学的等级一跃上升到 C， 他对高鼻梁显摆自己可是 C， 因为高鼻梁的等级是 F。他获得了零票，这之后地狱班的生活便开始。校霸总是先拿一个哨子在他面前吹，然后手下再开始霸凌。班里的其他人就像没看到一样。 纵容着发生的一切，高鼻梁不是个傻子，他躲进卫生间，发现身上没有伤痕，也就是说校霸们故意没留下证据。然而霸凌的行为依旧在继续，可能有人会好奇，校霸为什么每次都先吹哨呢？那是因为他想像训狗那样驯服高鼻梁。在游戏开始之后，监控就莫名的消失了，高鼻梁想要录音留下被欺负的证据，但进教室前被傻白甜踩到了脚。傻白甜好心提醒先别进去，校霸正在找 F 等级的人们呢，可尽管高鼻梁处处小心，但每天依旧会被校霸们霸凌。 不过这天他发现校霸几人似乎害怕练习生异物，在不间断的霸凌中，高鼻梁想到一个办法，因为傻白甜说过 F 等级嘛，也就是说 F 等级还有其他人，而这个人就是黑长直。等级排名很有意思 ，F 只有黑长直和高鼻梁，大多数都在 C 和 D 中徘徊。还没等高鼻梁看着等级，意外的被回来的黑长直给打断了。于是他拉着他来到小树林，高鼻梁分析可以效仿其他人那样彼此互相投票，然后合力威胁得票数为一的人，谎称互投一次。 那样，即使多争取到一票，后面的事就简单了。在投票时，二人只互投，说不定就有人代替他们为 F 等级了。然而，班长猜到高鼻梁会用这样的方法，但他一点都不紧张，因为黑长直根本就不会投。实际上，和他预想的一样，黑长直果断地拒绝了高鼻梁的计划。他不想无辜的人被霸凌，甚至觉得高鼻梁很可恶。既然互投的办法行不通，高鼻梁又想个办法，那就是找到游戏的主导者。 一开始他怀疑是练习生，然而练习生坦言主导者不是他。就在高鼻梁猜测到底是谁的时候，受气包主动找到了他。有件事必须在音乐室说，恰好被路过的校霸给听到。原来受气包和黑长直是闺蜜，之前二人约好互投，但他因为害怕临时更改了主意。高鼻梁明白受气包想利用自己减轻负罪感，刚好可以利用这份情感获得一票。不过毕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万一受气包又临阵改变主意就怕。所以还是得找到游戏的主导者。就在这时，校霸又要开始霸凌了。 期间，高鼻梁被折磨得吐了出来。校霸见状，担心地看向了右后方，似乎是练习生的方向。然而，真正的游戏主导者总是用烟头烫黑长直，所以他的身上才经常有烟味。
而在高鼻梁转校之前，特地吩咐校长把新来的分到他的班上。而这个人的真实身份，就是之前踩过高鼻梁鞋子的给予了很多鼓励以及帮助的等级榜排名第一的白岩集团的长女傻白甜。主任为了钱，不仅纵容校园霸凌，甚至用遭到霸凌学生的视频勒索。原来高鼻梁猜到傻白甜就是游戏的发起者，但他装作不知情的样子，接受了对方的关心。因为现在还没有反击的资本，同时他也在思考是击败傻白甜简单，还是拉拢黑长直容易。 实际上，昨天黑长直向傻白甜求情，只欺负他不要伤害其他人。然而，傻白甜一下就猜到其他人指的是高鼻梁，便用烟头戳向他的手心。不相信黑长直是那种会关心同学的人。次日，高鼻梁依旧忍受着霸凌，他忽然明白了一件事：课间休息的10分钟躲出去，然后和老师一同走进教室，那样会好过许多。但中午的那一个小时是逃不过了。为了避免留下证据，所以放学后这些人绝对不会动手。而规定森严的金字塔游戏。 所有人都默认服从，高鼻梁怀疑制定规则的不止傻白甜一人。首先豪华的教学楼就像是为了游戏服务的样子，有且仅有一个被孤立的班级，如果不是偶然的话，那绝对不是一个学生能做出来的事。所以高鼻梁不确定老师们是否知情，于是他找到班主任咨询监控的事。旁边的女老师接过话茬，表示整栋楼只有一个班级，根本用不着装监控器。恍惚间，高鼻梁瞥见了班长的个人资料，他的父亲经营着一家大医院，而班长似乎看穿了高鼻梁的心思。 走出办公室就警告他别打算依靠班主任。听上去像是威胁。高鼻梁立刻搜索了关于医院的消息，他这才知道校霸的父亲和班长的父亲是合作关系。此外，还发现公开栏上贴着游戏等级靠前同学们的信息，有全国柔道银牌得主、世界游泳大赛200米铜牌获得者，以及其他赛事的冠军选手。实际上，这些人的父母们保持着惊人的人脉网，那就有些奇怪了。这个班到底隐藏了什么秘密？为了弄清楚原因，高鼻梁主动找到傻白甜。 问他制作这个游戏的人是谁，以及为什么制作出来。傻白甜坦言，因为很好玩。당하는 나를 보는 눈들 말이야. 파버리고 싶다고 생각한 적 없어? 그 애들은 자기가 어떤 눈으로 애플을 보고 있는지 절대 모르겠지. 판에서 직접 보여주고 싶어. 经历了这次谈话，高鼻梁感受到了傻白甜的变态，似乎说服黑长直比击败他更容易。高鼻梁刚回到班级，原眼镜就推了他一下。 责怪他每次休息时间就躲出去，害得其他低等级的人遭殃。高鼻梁越想越气，凭什么自己就活该被欺负？凭什么得替别人着想？刚发泄完情绪，他就看到了一旁的受气包，心想不能太过激，不然这人必定会感到害怕而退缩。于是收敛了脾气，暗中盘算下次投票一定要与受气包黑长直互投。而突破口就是心地善良的黑长直，然后就在他的面前演了一出戏，不停地哭诉，在学校遭受的霸凌，恳求下次二人互相投票。 然而，尽管使出浑身解数，黑长直依旧不同意。准确的说，是不玩那个游戏。这时，高鼻梁发现了他手上的烫伤，一下就猜到是傻白甜干的。可无论怎么关心，黑长直就是不同意，并建议去拉远眼镜和披肩发的票，因为他认为这俩人也很善良。为了让黑长直认清现实，高鼻梁带他见了这两个人，不出意料的被远眼镜和披肩发一通臭骂。可认清了现实后，黑长直格外的冷静，小声的道了别就离开了。一转头。 受气包主动找到高鼻梁，透露班里的同学除了他和黑长直，都是去年一起升上来的，这也是进行了13次游戏的原因。突然，受气包问有没有对黑长直提起自己，高鼻梁一下就看出来，这人表面上对好朋友愧疚，实际上是想逃离被 F 级的风险。第二天上课，黑长直没有来学校，而练习生意味深长地看了高鼻梁一眼。原来昨天黑长直被骂时，傻白甜就站在旁边，他说离开实际上是为了保护高鼻梁，傻白甜威胁他。 那就不要来上学了。当天下午被霸凌完的高鼻梁，在找傻白甜的时候偶遇练习生。누구타자이게임의주동자너혹시알고있어뻔한거아니야也就是说，全班的同学都知情，因为傻白甜的妈妈就是这所学校的董事长。当天下午，高鼻梁看到学校举行的反霸凌检举。如今黑长直联系不上，等级也升不上去，反霸凌似乎成了唯一的希望。如果向班主任举报的话，他不确定能否获救。 听说班主任和学生们的关系很亲近，所以高鼻梁想试一试。然而就在他打算坦白一切的瞬间，班长突然出现，扰乱了计划。下午放学，高鼻梁再次打算向班主任举报，班长又一次喊住了他，并承诺越是想要举报，情况就越糟糕。지금까지 반에서 게임을 거부했던 사람은 딱 한 명이야。这天上体育课，老师们发现高鼻梁被人欺负了，于是班主任自告奋勇地走到他的跟前，询问有没有不舒服。高鼻梁想到个办法。 让班主任送他去医务室。终于，这一次班长没能阻止高鼻梁。殊不知，前方是更深的深渊。高鼻梁举报自己在班里遭到了霸凌。班主任坦言，去年有一个叫有利的孩子也遇到了同样的事。他承诺这次会出面解决。就在高鼻梁以为获救时，班主任竟然掏出手机录制视频，让他对着镜头讲述自己的遭遇。然而，学生们早就炸锅了。
他们在各自的等级群里讨论班主任就是个见利忘义的，甚至觉得高鼻梁的下场会和去年的有利一样。与此同时，班主任逐渐的失去了耐心，因为他在高鼻梁的身上没发现一处外伤，那样的话就没有被霸凌的证据。说话间旁边的水壶里的水沸腾了。原来班主任想伪造一个烫伤的证据，然后去勒索霸凌者的父母。私吞受害者的赔偿金。就在这时，外面不停的有人敲门，并且呼喊高鼻梁的名字。原来这个人正是黑长直。 他立刻冲进屋，把手机丢进了水里，然后拉着高鼻梁拼了命的逃跑。二人一口气跑到楼顶，黑长直播放了一段视频，上面是有力被校霸逼着脱衣服的画面。原来有力向班主任告状，结果他拿到证据跑去勒索校霸的父亲，得到了一笔不菲的赔偿金后就不管了。最终有力遭到了校霸的报复。高鼻梁好奇黑长直怎么会及时出现，原来他今天到学校是递交退学申请，忽然有人给他发了张班主任与高鼻梁的合照。而对于退学这件事， 傻白甜让校长管好班主任的嘴巴。此外，高鼻梁想知道黑长直与受气包的关系好不好。 2학년 올라오면서 둘이 같이 5반에 합류했다는 건 나랑 은별이는 아닌데. 也就是说，受气包撒了谎。如今到了这一步，高鼻梁真心的恳求黑长直参加游戏，二人一起脱离 F 等级，或者说毁掉金字塔。黑长直被高鼻梁的真诚所感，最终同意了他的建议。时间一晃来到了星期四，第14次游戏正式开始。依照高鼻梁的计划。 二人加上圆眼镜和披肩发护头，那么最终等级都是底，而这就是游戏致命的漏洞。然而投票结束意外却发生了，高鼻梁最终获得了5票等级为 C， 真故意将笔弹到胖同学的脚下。然而几个小时前还看不起他的人，现在毕恭毕敬地捡起地上的笔，小心翼翼地送到女生的面前。因为二人相差了一个等级，原来在第14次游戏中，高鼻梁获得了5票，等级上升到了 C， 游戏的发起者傻白甜看到结果后，气得止不住地颤抖。这里提一下。 黑长直得了2票，等级为 D， 也就是说有高等级的人把票分给了高鼻梁和黑长直。然而黑长直却开心不起来，他不明白为什么圆眼镜变成了 F 等级，这跟之前的计划不一样。但高鼻梁可不想管那么多，因为对自己而言是件好事。此外，他推测圆眼镜的好朋友披肩发得了3票，代表这人有了其他3位朋友，并且抛弃了圆眼镜。黑长直听后想找个办法扭转现在的局势，不惜退出游戏，但高鼻梁却不想那样做。黑长直一下就反应过来，他现在不是 F 等级。 所以不想再参与其中了。虽然高鼻梁没有明说，但表示自己是 F 的时候，圆眼镜也见死不救，这样算是扯平了。黑长直希望高鼻梁遵守约定，彻底摧毁金字塔游戏。返回班级以后，所有人的态度明显有变化。高鼻梁为了试探等级，这才发生了开头的一幕。就在校霸打算霸凌圆眼镜的时候，班长突然拦住了他，挑明规则是投票的第二天 F 等级才开始轮换，相当于变相的替圆眼镜解了围。 而黑长直与高鼻梁二人的友情似乎决裂了。中午，高鼻梁在便利店买食物的时候，售货员看了一眼他的手机，问下一个变危险的人是谁。似乎知道金字塔游戏，这时恰好有顾客进来，高鼻梁也没在意。自从等级变成 C 以后，就有很多同学来打招呼。高鼻梁大方的原谅了他们，毕竟下一轮投票可能要互投。没过几天，高鼻梁就和 C 等级的人熟络了起来，不怎么理黑长直了。练习生看出来他这两天的转变，坦白自己投了他1票。很믿겨？ 그럼 나보다 아래 등급 애들 중에 누가 널 뽑았을 것 같은데? 高鼻梁推测帮助自己，应该想从自己身上得到什么吧。至于这个方面，练习生还没想好。就在这时，帅T长了过来，二人的谈话也就潦草的结束。当天晚上，高鼻梁越想越不对劲，因为 D 等级多出来的票只会投给或者B，因为他们必须互相牵制。除去这些票，A 和 B 谁会投自己呢？又为什么要投给自己呢？第二天，傻白甜交代给了校长一项任务。 紧接着，班主任就公布了第二学期的学分制。此次需要同学们互相打分，50为满分标准，依次扣除5分，最低档不低于30。公布完制度后，他就离开了。实际上，分数早就内定好了。原来，傻白甜交代校长，依照 U 盘上提前准备好的打分，他自己是50分满分。此时，班长提议先站到本人预估评分的地方，而大家似乎知道话中的含义，纷纷站在对应的分数线上。高鼻梁一眼就看出来。 所有人其实都是按照金字塔的等级认领各自分数的，一股不好的预感应运而生，所以他想弄清楚投票给自己的到底是谁。第二天，高鼻梁站上讲台，怀疑游戏投票系统有问题，因为每次结果都很相近，尤其是等级。而开发软件的齐刘海表示，如果弄虚作假，那程序会瘫痪的。글쎄, 개발자인 너도 공범이라면? 그럼 어떻게 믿어? 아니란 증거 있어? 所以他建议。 大家匿名手写一次第14次游戏投票名单，统计出结果就能证明了。众人见傻白甜没有反对，于是开始配合写下了名单。待班长对比完结果后，发现与投票系统的一致。高鼻梁立刻对刚才的事道歉，然后以交作业为由，在讲台上拿走了大家的作业本。然而班长却发现名单被人调包了。
原来高鼻梁用事先准备好的假名单，趁着拿作业的空档换走了真名单。接下来就是对照所有人的笔记，找出给自己投票的人。经过漫长的比对，高鼻梁发现 A 等级的傻白甜、校霸和 B 等级的短发波波头全部给自己投了票。难道从一开始就是傻白甜故意操纵的吗？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话，他随时都有可能掉回 F 等级。那么接下来高鼻梁该怎么力挽狂澜呢？ 孩子不仅被校霸打扮成猫的样子，在地上爬行，甚至还逼他吃下一整根猫粮。一旁的黑长直看不下去，出面制止了短发波波头的行为。然而却激怒了校霸，他觉得既然替人出头的话，那就把猫粮也吃了吧。黑长直看了看趴在地上的圆眼睛，毅然决然地接过了猫粮。突然，傻白甜走了过来，义正言辞地呵斥校霸们这样欺负人太过分。然而高鼻梁看不惯他的伪善，再加上投票给自己的行为，抓起桌上的笔就砸在了傻白甜的头上。 然后立刻向他道歉，解释要丢黑长直的，一不小心丢歪了。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 C 等级忤逆 A 等级。短发波波头见状，立刻薅住高鼻梁的衣领。但游戏规定只有 A 等级的人允许，其他等级的人才能动 F 等级的人。高鼻梁告诉波波头自己不是 F， 而他也不是 A。毕竟制定规则的人可是高等级的人。傻白甜听后，命令波波头松手，而高鼻梁叮嘱黑长直，答应他的事自己一定会做到。 얘랑 난 F 아니 표지에다 안 시키기로 했거든. 高鼻梁征求傻白甜的意见，毕竟大家都在看他的脸色行事。傻白甜强压心中的怒火，表示自己只是班级中普通的一员。这里要注意，练习生和班长全程都看在眼里。高鼻梁冲动过后，多少有些后悔。没过一会，黑长直找到了他。 혹시 나 때문에 억지로 약속 지키고 그러는 거면 번번이 자의식 과잉이냐? 高鼻梁觉得，与其让别人决定自己的等级，不如亲手除掉这个游戏。 所以这一次二人真心的合作了。紧接着他俩找到圆眼镜，圆眼镜透露他们班以前不是这样的。一年前的一天，校霸提议玩个游戏，而傻白甜什么都没说，起初是给值得感恩的人投票，并给予一定的特权，比如说不用值日，不需要排队打饭。慢慢的，那些特权开始变质，高等级的人愈发的看不上低等级的人，逐渐的演变成只要比自己等级低，无论是谁都可以欺负。到最后增加了一个 F 等级，之后便有了孤立 F 等级的规定，只要有允许才能欺负他们，而第一个成为 F 等级的人就是有利。 几个月后，他退学了。此外，高鼻梁得知黑长直也收到了那段视频后，立刻找到班长，猜到发视频的人就是他。班长也没瞒着，直言原视频只有 A 等级才有。高鼻梁不明白为什么帮自己，其实班长不想看到有人因游戏被迫拍下脱衣服的视频。还有一点，高鼻梁不明白，制定保护 F 规则的人是班长，只要铃声响起就不能继续霸凌，是想阻止事态恶化吧？如果是那样，希望他能帮个忙。高鼻梁想组建一个 D 等级联盟，然而班长却觉得这个办法太平常了。 凭什么认为他一定会帮忙？他完全没有要改变现状的理由，更没有使其如今的地位和权力得到改变。班长索性说得更明白一些，他绝对不会离开自己的圈子。此外，他劝高鼻梁慎重些，因为高等级给 B 等级的东西会更多，而 D 等级的人与高等级的人之间多少都有些关系。班长前脚离开教室，高鼻梁后脚就跟了出来，恰好被傻白甜和校霸给看到。通过班长的提醒，高鼻梁终于明白为什么每一个同学都会认同这个游戏了，因为这些人的父母都有关联。 所以不能肆意的反抗。原来当年提出游戏的人就是傻白甜，他希望班级有等级制度，而班长本不想参与，奈何被傻白甜给讽刺了一番。他是有资格成为一才玩的。高鼻梁的计划是召集 D 等级的人上升为 C 等级，只要是人就会心动，抓住他们的这个心态。此外，一个人最多投5票，经过计算 ，C 等级最少要得5票。现在3个人再加上 D 等级的2人，互相投票就能满足条件。如此一来，5个人都能成为 C 等级，那样 C 的人数就会比 D 多。 金字塔形就会变成脚向下的正方形。于是高鼻梁在办公室偷拍下了同学们的资料，将从里面找到2个适合的人选。他们把第一个目标放在了齐刘海的身上，然而进展一点都不顺利。高鼻梁仔细研读了这个人的资料，分析出他的自尊心很强，还爱显摆，且有征服欲。比起自己 C 的等级，反倒是黑长直地等级更适合。然而就在黑长直准备行动的时候，高鼻梁发现齐刘海在利害得失上有顺从倾向。 他猛地意识到不对劲，拼了命的给黑长直打去电话，可终究还是晚了一步。原来高鼻梁发现齐刘海有顺从人格，意识到说服他加入的办法应该是失败了。果不其然，黑长直刚跟过去，就看到傻白甜在等着他了。高鼻梁恰好看到离开的齐刘海，他不停的回头张望，顺着方向寻去，果然傻白甜和黑长直都在。高鼻梁若无其事的上前打了个招呼，然而傻白甜挑明在等他，原来几天前这人就拜托过齐刘海。 如果高鼻梁让他觉得有负担感，请务必联系自己。所以齐刘海向傻白甜咨询了烦恼，说什么高鼻梁这段时间一直套近乎，黑长直还跟踪他。然而印象中的黑长直不是这种人，那就一定是高鼻梁指使的。听到这话，高鼻梁随便找了个借口搪塞，没想到傻白甜换了副面孔，邀请他作为同桌。
那样的话，二人的关系应该比黑长直还好。高鼻梁想都没想就拒绝了。一听到这话，傻白甜露出了真实的面目，质问了解黑长直和圆眼睛多少。别以为二人会像他那样，也别当同学们是愚蠢的棋子，不信的话就走着瞧。此时距离第15次游戏还有14天，当圆眼镜得知傻白甜知晓的计划，他简直要吓死，直言对高鼻梁很失望，还装得很缜密的样子。总之他承受不住了。然而高鼻梁此时担心的是，同学们早就对游戏产生了耐受性，知道高等级的给予的更多，眼下最重要的是得重新想个办法。在圆眼镜又一次被霸凌后，披肩发主动找到了他，一边展现出关心的同时，一边挑拨三人团体的关系。没想到这招还真奏效了，实际上挑拨的话全是傻白甜交代他那么说的。这里有一处细节，帅替喝了练习生喝过的饮料，而傻白甜似乎知道这两个人一件不可告人的秘密，或许以此威胁了其中的谁，目前尚不可知。凑巧高鼻梁也看到了，再结合这些天的所见所闻，大概猜出个七七八八。不过经历了齐刘海事件后，他决定还是得慎重一些。再加上黑长直透露他和退学的有力是朋友，圆眼镜记得这俩人一起转学来的，刚到学校黑长直就是 F 等级了，怀疑遭到了有力的背叛。高鼻梁很想知道傻白甜选他们两个进这个班的目的是什么。就在这时，一段哨声传来，高鼻梁示意黑长直不要管。就这样，二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圆眼镜被带出去罢了。其实 A 等级的三人，他们之间的关系并没有看上去的好。傻白甜很讨厌身边的人有朋友，校霸总是被爸爸家暴，亲生父亲抄起桌上的茶杯使尽全力砸在小女儿的头上，然后熟练地掏出高尔夫球杆。妈妈和两个姐姐似乎已经习惯了，没有一个替小女儿求情的。而聪明的班长，有个利益熏心且控制欲极强的父亲。这天新来的语文老师发现了独自躲起来哭泣的圆眼睛。너희반에서정확히무슨일이있는거니선생님이도와줄게선생님이니들도와줄수있을것같다이런건어른들한테빨리털어놓는게좋아这句话让高鼻梁回想起被班主任殴打的情形，他不再敢相信这栋教学楼里的任何人，哪怕是眼前这个目光坚定的语文老师，便礼貌性的道了别。高鼻梁质问圆眼睛为什么扯老师进来，然而上次的视而不见，让圆眼镜对他失去了信任。总之二人大吵了一架，这之后高鼻梁成功的策反了富有正义感的大高个，下一个目标则是酷爱追星的四六粉。当晚放学，高鼻梁和黑长直聊起了圆眼镜。其实二人都知道他人不坏，突然黑长直瞥见便利店店员正向教学楼的方向走去，而他也终于想起来这个人到底是谁了。没过一会，店员偷拿了教室里的一个什么东西，刚要离开却发现被高鼻梁给堵住。명장들려어이통화녹화하고있지어무슨일생기면바로경찰불러조울이오빠죠原来高鼻梁得知店员就是有力的哥哥，并且把他堵在了教室。曾被无休止霸凌的有力，如今不敢踏出房门半步，终日淹没在恐惧之中。松书记，要松松书记！视频电话突然中断，黑长直立刻向班级冲去。原来走廊里保安正在巡逻，店员担心被人发现，所以才会扑倒高鼻梁的。高鼻梁猛地回忆起曾见过店员敲击代码，再加上现在的行为，推测他是个黑客。店员索性坦白，他来这的目的是金字塔游戏，想弄清楚妹妹到底经历了什么。恰好这时黑长直冲进了班级，事后高鼻梁决定将店员拉进计划中，因为只有一个大高个还远远不够，况且还没掌握帅替和练习生的具体把柄，再加上距离下次游戏的时间没剩几天了，所以必须尽可能多的掌握同学们的弱点。之前拉拢齐刘海是想利用他黑客的技术，现在可以让店员代替齐刘海盗取。第二天高鼻梁主动找到店员，先是关心有力现在过得怎么样，然后坦白他是这场游戏中的受害者，若想知道妹妹身上发生了什么事的话，要不要考虑加入自己这边。距离游戏还有十天的时候，店员发来了四六分手机内的私密照片，原来这个人表面是追星族，实际却是个偷拍女运动员的变态。高鼻梁在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刻与黑长直商量，如果拿着这些照片去威胁四六分的话，他大概率会被迫加入。然而黑长直想了想，提出由他去说服四六分，高鼻梁没多想就同意了。当晚店员还挖到了帅马尾的弱点，原来傻白甜一直在使用他的画作参赛，并支付一定的报酬。凑巧二人的谈话被高鼻梁给听到了，便立即询问高马尾的社交的动态有没有改。与此同时，黑长直找到了正在偷拍的四六分，完全没有任何技巧，靠着脸皮厚死缠烂打的跟随，但依旧没能感动四六分。几分钟后，四六分在偷拍的时候被一位壮姐当场抓了个现行，眼看就要挨揍之际，黑长直突然来了个美女救美女。而四六分本身就喜欢强者，经历过此事后，他彻彻底底的被黑长直给折服。而班级里的圆眼镜依旧过着被霸凌的日子，高鼻梁想冲上去解围，但又不能扰乱计划，只好来到卫生间，趁着没人安慰圆眼镜。至此二人的心结彻底的解开了。同时黑长直带回来一个坏消息，他没有利用那些照片，所以拉拢四六分还没有进展。当晚店员告诉高鼻梁，他不仅查了帅马尾的动态，还黑了比赛网站，
什么有用的线索都没找到，只有一条会长奶奶会对孙女瑟瑟发抖的小道消息。高鼻梁听后，让店员挖出中分的弱点，夜里店员就把消息传了过来。此时距离游戏还有两天，游戏的前一天，学校召开了一年一度的家长公开课。出人意料的是，黑长直竟然真的说服了四六分。四六分给了一个忠告，不要小看傻白甜，并知道有利为什么背叛黑长直，因为他亲眼看到这人把有利关了起来。傻白甜可是很懂怎么操控同学的。如今的情况是高鼻梁三人加上说服的三人，让D等级联盟变得有希望了。此外他还想到一个大胆的计划。另外一边，高鼻梁的爸爸应邀参加公开课，可其他的父母看到他的肩上只有两颗花，就露出了鄙视的目光，甚至没人和他打招呼。突然语文老师走上前来，故意提高了几个分贝，恰好校长一伙走进教室。与此同时，高鼻梁找到练习生，猜到他看似总帮自己，实际上是厌恶游戏，厌恶傻白甜，因为那个人掌握了练习生的秘密，而这个秘密就是帅体。原来帅体和练习生是要好的朋友。练习生也不废话，问他想得到什么。다음게임에서네가 F가 돼줄래？原来高鼻梁知道练习生所属的公司很大，并且家境殷实，如果他来当 F 等级，那么没有同学敢欺负他。高鼻梁想要破坏游戏规则，而练习生想看到傻白甜出糗。语文老师这边当着所有家长和校领导的面，告诉高鼻梁的父亲，二年五班正在经历霸凌。왜내가널거둘거라고생각해네가이반에서유일하게게임을반대했던애니까맞지내계획은이거야피라미드조카라그래原来高鼻梁的计划是让唯一反对游戏的练习生成为 F， 如此一来便能颠覆傻白甜的金字塔游戏。然而练习生虽然觉得计划听起来很不错，但表示仍需考虑，毕竟不能把所有的希望压在他的身上。就在这时，班级所有人都收到了中分发来的消息，这人指控遭受到了高鼻梁的威胁，目前唯有一死才能够彻底的解脱。二人看后立刻向着班级冲去。班级里的中分手上拿着一把美工刀，似乎在故意等所有同学都到现场似的，狠了狠心对着手腕就划了下去。很快有人用钥匙打开了班级的门，冲进教室关心中分为什么这么傻，做出如此极端的行为。然而伤口只有一公分不到，当高鼻梁赶到教室时，所有人的怒火一下子全部都汇聚到了他的身上。毕竟有位同学因为他做出了极端的行为，傻白甜第一个质问高鼻梁为什么要威胁中分，并提示这次是他的失误。与此同时，实习语文老师向高鼻梁的父亲揭露了霸凌事件，推测他的女儿似乎也是受害者。家长们听后不禁地担心起自己的孩子，老师建议去亲自确认一下。此时同学们正在指责高鼻梁，而这正是傻白甜的计划。中分手腕上的伤和黑长直的一模一样，也就是说嫁祸的办法用了不是一次两次了。之前四六分就提醒过，傻白甜善于抓住同学们的弱点提升等级，可以理解成恩威并施，但高鼻梁拉拢的办法更像是威胁，只有鞭打没有给予好处，而这正是失误的地方。原来中分收到了高鼻梁发来的把柄后，就立刻通知给了傻白甜，急于寻求掩盖的办法。而傻白甜在询问过中分的等级后，一把拉起了他的手，编排了被高鼻梁威胁想要自杀的戏码。傻白甜通知高鼻梁这一切还没结束呢，话音未落，家长们就来到了班级，所有人一下就注意到了受伤的中分。然而遭受了霸凌的人此时却成了施害者，傻白甜想要给家长们看到的正是如此，没有人想要让自己的女儿和不良少女在同一个班，其中高鼻梁的父亲也想要个合理的解释。就在这时，傻白甜出面解释，高鼻梁刚融入集体和朋友发生误会很正常，提议女孩子的事还是让他们自己解决的好，并得到了作为学校董事长母亲的同意。镜头一转，家长们全部站在班级门外，因为高鼻梁违反了游戏规则，在没有等级的允许下欺负了非 F 等级的人，所以得进行惩戒会。校霸提议没收他下次的投票权，实际上幕后主使就是傻白甜，如果惩罚达成的话，那么辛苦创立的 D 等级联盟也就散了，也就是说高鼻梁的反游戏计划将会彻底失败。傻白甜提议大家投票决定是否没收投票权，毕竟是全班25人的游戏。뭔가착각한것같은데널판단하는건내가아니야게임이지이것도네복선이었어그래서힌트를줬잖아门外的语文老师实在是看不下去了，认为高鼻梁看上去像是在接受公开处刑，而大人们却在袖手旁观。他刚想冲进教室，却被傻白甜的妈给拦了下来，并威胁如果打开这道门，自己绝对不会放过高鼻梁的。最终结果21票赞成，班长宣布明天的游戏高鼻梁没有了投票权，解释惩罚不代表是 F 等级，虽然无法投票，但可以获得票数。实际上高鼻梁留了后手，他并没有真的失败。事后校长对着语文老师大发雷霆，毕竟南朝鲜向来不解决问题，而是解决发现问题的人，一个实习期都没过的实习老师又能有什么办法。经历了假自杀事件后，原本被威胁过的同学纷纷退出了 D 等级联盟。高鼻梁意识到自己的方法错了，黑长直的拉拢策略才是对的，
但奇怪的是，用什么办法威胁了谁？傻白甜为什么总能一清二楚？紧接着，傻白甜号召家长们一起参与游戏，声称是学生们一起研究的学习成果，简称为金字塔游戏，规则就不赘述了。没想到的是，傻白甜的妈第一个提出了反对。然而就在这时，白岩集团的掌舵人傻白甜的外婆突然出现，并公开的支持了外孙女的游戏。很快得票结果就出来了，高鼻梁顺理成章的一票没得成了 F， 这跟公开羞辱没什么区别。所有家长立刻远离了高鼻梁的父亲，而作为军人的他认为，在任何的地方都有等级的存在，当然学校也不例外，而学校就是社会的缩小版，在社会中的人们必须遵守各自的等级。可高鼻梁却质问父亲，就算 F 等级的人被折磨得要死了，还要遵守各自的等级秩序吗？傻白甜话锋一转，声称只是个游戏而已。高鼻梁清楚，让中分演戏，使自己陷入困境，又在家长们面前让自己成为 F 等级，就是在发出警告他有这个能力，如果不想发生以上的事必须臣服。但高鼻梁下定决心摧毁金字塔游戏。放学以后，傻白甜不明白是谁教高鼻梁把 D 等级的人聚在一起，说罢看向了班长，原来高鼻梁还有 B 计划。那晚店员在班级黑板正上方安装了个摄像头，恰好这时练习生找到了他。当晚傻白甜发出指令，明天的游戏让黑长直成为 F 等级。与此同时，高鼻梁在离开便利店时盯着店外角落的监控，방법을찾은것같아요。在第15次游戏之前，练习生故意挑衅了傻白甜。那天他与高鼻梁商量过想要粉碎金字塔游戏的办法，因为公开课上家长们参加了游戏，严格意义上算是违反了定下的规则。练习生想知道贵为 A 等级的人会不会受到惩罚，可讲出去的话犹如石沉大海，没有一个人敢回答。原来计划中最重要的一步就是粉碎傻白甜第一的形象。高鼻梁推测这样的挑衅他是不敢乱发火，毕竟练习生在班里的地位不说人见人爱，也是车见爆胎的存在，所以从现在开始按照自己说的做就行。다들어떻게생각해유출이라고생각하는사람있어？还未等同学们回答，练习生立即抢过话茬，这么问谁敢吱声啊，大家都怕得不行了。于是提议来场不记名的投票，帅气听后第一个赞成，小迷糊也随声附和，但校霸和短发波波头立刻提出了反对。然而练习生认为高鼻梁违反了规则就失去了投票权，那么也得适用于傻白甜才公平。네말대로이건모두의게임이잖아네말대로이건모두의게임이잖아징계는똑같아야지。拥有绝对自信的傻白甜同意了练习生的做法，然而投票结果却打了他的脸，认为违反规则的人数恰好多出两人，也就是说他失去了投票权。反游戏计划的下一步，取消原定练习生成为 F 等级的策略，反而要趁机成为 A 等级，因为高鼻梁算过只要三人组加上四六分的票数就可以实现，能把班里的同学召集起来，并与傻白甜抗衡的人只有练习生一人。丝毫不知情的傻白甜看到匿名投票结果简直要气死。下午的体育课，高鼻梁让黑长直把票投给练习生，别投自己，他已经跟其他人打过招呼了，这一次定要粉碎等级制度。然而最后一节课之前，小迷糊发现练习生上了新闻，内容是家里为了让他出道贿赂学校盖了栋体育馆。然而帅气一下就反应过来，肯定是同学们泄的密，因为出资盖体育馆的事只有班里的人知道，这里就不卖关子了，举报的人是退学的永利，而他似乎和练习生是好朋友，痴迷的程度比私生饭还严重的那种。这时胖同学开始阴阳怪气，暗讽练习生和帅气的关系不一般，绝对不是简单的友情。帅气听后火气一下就上来了，抬手就给了胖同学一嘴巴。因为等级的关系，胖同学虽然吃了憋，但又不敢反抗。帅气没打算放过胖同学，骑在他的身上狂抽十几个耳光。突然黑长直站了出来，制止了殴打的行为。然而目睹全程的傻白甜更加的讨厌黑长直了，于是他淡淡的提醒，新闻上的照片好像是在班级里偷拍的。被这么一说，所有人都依照拍摄角度寻找偷拍的人。然而傻白甜却看向了身后的高鼻梁，因为他知道班级里有监控。虽然高鼻梁知道照片是中分偷拍的，原来店员发来关于这个人的把柄是一个黑练习生的账号，账号的主人就是他，但依照现在的情况，公开真相也没人会信。傻白甜利用的就是这一点，经过帅气的不断寻找，他发现了黑板上的监控器。眼看高鼻梁就要背黑锅的时候，练习生试图用这个办法转移同学们的注意力，但傻白甜提醒看看里面的内容就知道是谁放的了，因为违反这条游戏规则的人将会受到最高顶格的处罚。他自认为胜券在握，而高鼻梁也没有应对办法之际，实习语文老师突然闯了进来，宣布东西是他的，因为觉得班级气氛有问题，所以才会安装。然而傻白甜表示不信，老师没有理会他，一把夺过监控器丢在地上就踩碎了，可一转头就被学校给辞退了。其他的老师均指责他胆大包天，也想在业内混下去。实习老师质问这些人，对于霸凌的行为真的一无所知吗？什么职业生涯，什么混不混得下去都不重要，因为感觉到了失职，
他慷慨激昂的发言唤醒了另一名老师的良知。实习老师离开时遇到了高鼻梁，他非常的惭愧，没能帮上一点忙。原来向家长检举有霸凌行为后，他就被叫到了董事长办公室。然而办公室里只有傻白甜一人，他威胁老师，还是好好上课吧，不然的话就转不了正了。实习老师写了一个号码，叮嘱高鼻梁需要寻求帮助的话可以打给自己。游戏开始前，高鼻梁将黑长直和圆眼镜叫到了天台。카메라에게네가말했지。原来当傻白甜提起照片是偷拍的，高鼻梁观察到圆眼镜没有表现出惊讶，那是只有知道摄像头在那里，并且了解傻白甜知道此事才有的反应。高鼻梁没有怪圆眼镜，只希望他今后别再来天台了。其实黑长直已经猜到高鼻梁让自己别投票给他是想成为 F 等级，然后被霸凌时故意让摄像头拍到。可如今到了这个地步，接下去该怎么办呢？很快第15次游戏开始了，投票结果出了点小意外，本次游戏没有出现 F 等级，受气包意外的成了尊贵的 A。看他的表情似乎要为曾经遭受过的进行报复，而校霸意外的从一降为了 B 等级。与此同时，小哥将投票的详情发给了高鼻梁，得知结果的傻白甜气不过，恶狠狠地转头看向了黑长直以及旁边的高鼻梁。原来黑长直没有听高鼻梁的，联合圆眼镜投票给了他。而高鼻梁洞察了傻白甜的计划，他想把黑长直变成爱，想要摧毁游戏必须先阻止这一点，所以他让练习生把票投给三人团体，降低帅T的等级。这一次是傻白甜彻底的输了。番外，傻白甜对高鼻梁坦白，因为黑长直的关系所以他才会失败。然而据高鼻梁所知，当过 F 的几个人都是平常家庭的孩子，之所以会出现在这个班，是弱点明显容易被欺负。傻白甜真实的想法是把黑长直绑在 F 等级上，黑长直明确的表示不想当 F。 高鼻梁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拉拢其他同学不能像傻白甜一样逼迫他们，而是得和黑长直那样建立朋友关系。于是变相冤枉自己的中分，真诚的道了歉，还与背叛了团体的圆眼镜打了个招呼。因为班里没有 F 等级了，随即提出趁机取消游戏。再加上傻白甜说过是大家的游戏，所以高鼻梁认为多数人同意应该就可以了。高鼻梁通知同意解除游戏的人可以以任意形式发信息给自己，当然也包括傻白甜。然而在傻白甜的眼里，向朋友道歉和朋友打招呼迟早要遭到背叛，所以他让齐刘海将投票详情给自己。随着等级的改变，曾经关系比较亲的校霸波波头和班长之间产生了裂痕，相反曾经的受气包却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居然吩咐校霸和班长帮他买东西，然后表现得和傻白甜格外亲近的样子。奇怪的是傻白甜默认了，这让所有人都弄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原来受气包从一开始就听命于傻白甜，以此获得相对安全的等级和必要的考试内容。另一边，反游戏团体成员正式稳定，店员一眼就认出练习生是妹妹墙上贴的那个人，不过没有表现出来，反倒是练习生主动承认自己曾是旁观者，不过这次他不打算再那样了。然而没有一个同学联系高鼻梁，练习生询问接下来该怎么办。공주님을평범한존재로교실에발붙여놓을거야첫번째할일백카린끌어내리기。第二天的大扫除，高鼻梁喊住了想要离开的傻白甜，让他负责打扫多功能室，毕竟大家都是同学。不出所料的受气包提起了等级的事，而这正需要同为等级的练习生出面。高鼻梁提醒大家 B 等级的人也在打扫，练习生顺势接过话茬，让受气包不要生气。야적당히해라。高鼻梁让校霸认清现实，他已经不是可以施暴的等级了，而且打扫个卫生还要分等级搞特殊，该不会受到了傻白甜的指使吧？ A 要是拿起扫把会上面子，也忒小气了点。此时已经有不少同学觉得高鼻梁说的对，原来齐刘海并没有将投票数据给到傻白甜，他有一个程序员的操守，关键是软件是在被羞辱后才不得不做的。当天下午放学，高鼻梁去了黑长直的家，这里注意开门时有很大的摩擦声，二人聊了很多。高鼻梁好奇黑长直是什么时候认识的傻白甜，原来这俩人在读小学之前就是朋友了，但为什么闹到如此地步他没有讲。次日还是没有同学联系高鼻梁，他决定实施下一步计划，散布一些关于黑长直的传闻。很快同学们之间开始疯传黑长直一直是 F， 不是因为人品不好，而是投票时遭到了背叛。练习生也潜移默化地拉近他和同学们之间的关系，因为傻白甜的目的就是将黑长直钉在 F 等级上，那么团体的做法就必须与之相反。同学们纷纷猜测会是谁背叛了这么一个平凡且单纯的人呢？班里经常会出现以高等级命令低等级做事的行为，黑长直总是会出面帮忙，原因很简单，因为在他的眼中大家是朋友。随之口风开始慢慢的变好，然而这不是傻白甜想看到的，他立刻驱车来到个地方，黑长直生母居住的县城。另外一边，高鼻梁的父亲通知他的升迁调令下来了，女儿得随时做好转学的准备，也就是说他可以在这场霸凌中抽身离开，但那样做的话真的能安心吗？不过计划的第三步还是要进行的，上课前练习生征求意见，如果下次投票还没有 F 的话，就把 A 等级的权限也取消怎么样，因为没有可以欺负的人选， A 等级等同于摆设，并且让校霸
圆脸蛋和波波头向黑长直道歉，毕竟违反了游戏规则。高鼻梁立刻补充，亲眼看到以上三人在器材室对他进行了霸凌。就在这时，傻白甜突然转头看向高鼻梁，叮嘱练习生下次肯定会出现 F 等级的，并且承诺如果下次游戏中没有 F 的话，就取消等级的权限。听到这话，高鼻梁有些误会，他觉得就算自己转了学，这里的同学也能团结在一起了。当晚，黑长直的母亲告诉他，昨天傻白甜去看过自己，结果第二天他就旷课了，怎么联系都联系不上。晚上回家的路上，高鼻梁意外看到某军长拿了很多贵重的物品，而物品都是白岩集团的。他留了个心眼假意上前帮忙，实则记下了军长的名字，回家就立即翻找父亲的调令。凑巧的是，调令上的批准人与军长的名字一致，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傻白甜斩钉截铁的承诺会出现 F 级，以及为什么解脱的是自己了。他立刻给傻白甜打去电话，接通后传来了熟悉的摩擦声，也就是说这人现在正在黑长直的家。与此同时，傻白甜挂掉了电话，责怪黑长直忘记了很多事，而那正是欺负他的理由。说罢便用火去烧黑长直的手。就在这时，高鼻梁赶到了这里，他痛恨以父三代的背景玩这种变态的把戏，就为了不想让人妨碍霸凌的行为，害得自己都不想转学了，并提醒傻白甜没那个本事把他转走。然而傻白甜却告诉他，因为黑长直的关系，金字塔游戏是不会结束的，至于能做出什么出格的事，他自己都不能确定。高鼻梁决定不转学了，并得到了父亲的支持，他留下的理由其实就是为了黑长直。于是二人来到便利店，虽然监控被删除了，但店员搜集到了很多音频文件，打算利用外网向南朝鲜进行公开，那样就不会被追踪到。不过他有些担心，一旦公开了音频证据，高鼻梁可能会变成自己妹妹那样。然而高鼻梁坦言，就是不想变成那样才选择爆料，因为他知道地位越高的名人越害怕被举报。另外一边，傻白甜已经对班长表现出不信任，就连受气包也敢对他进行嘲讽，这让班长意识到了危机感。此外，受气包建议是时候控制班上那些傻瓜了。傻白甜觉得他说的对，决定就选在体育考试评分吧。与此同时，高鼻梁堵住班长，表示刚才二人拿错了手机。原来他无意间得知中午傻白甜一伙叫班长过去，于是故意将手机给调包了。班长听后若有所思地交换了回来，结果里面没有录下什么有价值的线索。下午体育课考试准备阶段，受气包特地通知高鼻梁，今天的考试绝对非常精彩。原来傻白甜安排了体育老师出差，考试将由躲避球代替。负责宣布的受气包请大家放心，班长将严格记录考核分数。至于规则很简单，在规定的20分钟内拿到6分的人即为满分，其中在金字塔游戏中等级最低的人站在中心当作靶子，其余的同学按照等级站在外圈，说白了就是利用集体处罚的方式代替考核评分。最重要的是靶子包括了高鼻梁，变相的将 D 等级的人当作 F 等级的人来欺负。傻白甜想看到的是为了考核分数，一旦开始攻击弱小或者低等级的人，反游戏团体建立起的友情尊重互相帮助将瞬间化为乌有。然而这难不倒高鼻梁，他立刻给练习生发了条短信，练习生看过以后申请了暂停，表示自己也是等级，为什么做决定的时候没通知他，便按照短信的内容提议将靶子全部换成 D 等级的人，打中他们就能获得一分，打到票数最少的 D 等级则获得三分。这让原本处于安全的 D 等级的人产生了严重的不安。原来高鼻梁记得得了两票的 D 等级就有12人，绝不能让他们成为得了一票的施害者。受气包猜到是为了阻止全部人攻击得票最少的人，但他又不能顶撞等级，待看出傻白甜的想法后，便果断地同意了练习生的建议。很快考核即将开始，高鼻梁又在反游戏联盟里发了条短信，随着哨音响起，获得一票且站在最中间的四个人逐渐地紧张了起来。起初外围的 C 和 B 等级的同学谁都没有先动手，傻白甜不耐烦地看了一眼校霸，校霸仿佛得到了某种指令，用力地将球丢了出去，瞬间体育馆里乱作了一团，有为了得到分数砸弱者的，还有于心不忍丢向朋友的，反倒是帅挺，虽然是靶子但反击有力。就在这时，圆眼镜捡到了排球，他没有打任何人，而是重重地砸向了地面。渐渐的，霸凌达到了顶点，所有人的攻击都瞄向了摔倒的圆眼镜。就在这时，黑长直挡在了他的面前，班长宣布黑长直扣两分，而一旁的高鼻梁捡起排球没有野蛮地丢出去，身后的练习生也是如此，还有不远处的四六分。原来高鼻梁刚才群发的计划，第一步就是拿到球并且立刻停止攻击。所有同学都不知道这几个人要干什么，突然冷静下来才发现自己已经遍体鳞伤了。高鼻梁慢慢地靠近齐刘海，轻轻地用球碰了一下他，班长宣布有效，累计获得三分。야누가공을간접히래맞지하고그런규칙은없었는데플레이에사용되는공은3개 A, B랑 C 그리고 D 한표를받은뒤등급순으로내야금발부면마이너스2점6점을재면수행평가만점그게다였잖아高鼻梁可以说将规则利用到了极致，就连傻白甜都找不出破绽。校霸气的一把夺过练习生手上的球，砸向了最近的一个同学，殊不知这样的做法彻底的让傻白甜失去了民心。黑长直见状捡起地上的排球，轻轻地触碰了一下刚才被砸的同学，
김다현 명전 플러스 1점. 随着班长宣布得分，所有人都意识到并非暴力才能解决问题，而校霸不仅以下犯上，还让原本傻白甜想看到的局面向着高鼻梁他们倾斜。至此，体育馆内开始相互传球，用最温柔的方式获得本就属于他们的学分。这一刻，女孩们似乎真正的体会到了同学的含义，就连经常遭受欺负的恩静也勇敢地迈出了第一步。傻白甜见状，简直要气死了！难道惩罚黑长直所建立起来的制度就要瓦解了吗？ 体育课结束以后，大家纷纷感谢以前不受待见的黑长直，而高鼻梁终于收到了同学们的信息，想要了解并解除金字塔游戏。当天晚上，傻白甜故意找帅T和练习生的麻烦，为了保护好朋友，帅T直接跪了下来，这让练习生更加的痛恨傻白甜了。与此同时，因为傻白甜欺负了校霸，校霸的好友向班长寻求帮助，班长也没瞒着，坦言那等级内还有个金字塔存在，而小金字塔的塔尖就是傻白甜。如果给他投票的21人中有9人被判了他。 那么达不到一等级的话，游戏也就作废了。然而概率为521/1，另外一边，高鼻梁收到了傻白甜发来的短信，内容是他的父亲与白岩集团董事长握手照片，话里话外都透露知道有录音这件事。原来班长把高鼻梁的手机丢到了傻白甜的脚下，目的似乎是为了留在塔尖内，但手机里什么都没少。这时，傻白甜又发来一个文档，上面的内容是为了财阀人脉让女儿入学，指导掩盖下的某军人的不正当行为，也就是说高鼻梁的父亲接受了白岩集团的贿赂。 高鼻梁立刻找到店员，亲手删除了录音证据。在金字塔尖的主导者开始了反制计划，他想看到塔底反抗的人分裂。原来学校举办了3天2夜的研学，路上的气氛很微妙，帅T不理练习生，反倒是跟在了傻白甜的后面。而高鼻梁自从得知父亲受贿后总是提不起精神，再几人之外，原眼镜想重回小集体，却又觉得对不起大家。失去傻白甜庇护的波波头开始被人欺负，他的心里憋着一口气，怎么都咽不下。研学的第一站是海边。 不断的有同学向高鼻梁打听摧毁游戏的办法，4-6分觉得是好事，看来明星已经动摇了。只有练习生看出来高鼻梁似乎有心事，再加上说好公布录音的却迟迟不见动静，高鼻梁解释想要推迟公开，不清楚是不是与昨晚的事有关。就在这时，傻白甜看向了他，原来半个小时之前，傻白甜在卫生间堵到了高鼻梁，问他被同学们背叛是什么感觉，有没有后悔没早点转学。现在逃的话还来得及，高鼻梁不明白他这样做到底是什么目的。 紧接着，练习生收到一条信息，立刻就跑了出去。黑长直刚想跟上，恰好有同学叫他帮忙拍照，他是不会拒绝的性格。虽然耽误了正事，但却获得了同学们的好感。原来教练通知练习生，帅T放弃了游泳，他得知后非常生气。然而傻白甜立刻解释，都是因为自己帅T才做了那样的决定。然后当着练习生的面拍了下帅T的肩膀，看得出傻白甜是故意这样做，目的就是让练习生有危机感。镜头一转，傻白甜把四六分偷拍的照片丢在地上。 此外还打听到他的哥哥即将面试，好心透露面试官可是白岩集团的顾问。言外之意，再明显不过了。下午的潜水练习，所有人都围坐在泳池边等候。突然有人在背后推了傻白甜一把，他扑通一声掉进了泳池里，还没来得及反应就沉到了水底。众人听到呼救声，黑长直第一个跳了进去，紧接着是帅T。幸好发现的及时，傻白甜这才获救。这里注意，班长拿了2个毛巾回来，却发现傻白甜和黑长直已经披上了。 班主任姗姗来迟，大呼小叫地关心傻白甜怎么样了。然而傻白甜走到他的面前，命令安静一点，并踩着他的脚。这是全班同学第一次见傻白甜如此的失控。事发之后，班长问波波头为什么那样子。原来他刚刚推人的时候，高鼻梁和班长都看到了。傍晚学生们来到酒店，黑长直热情地帮同学们递行李，使得班长都对他刮目相看了。因为大家关系变得特微妙，所以分房间成了一个难题。 最终，老师决定5个人一个房间，刚好5间房就能搞定。在躲避球时被欺负的4人组成一队，站在塔尖的4人一组。傻白甜没叫校霸的朋友，特地喊了帅T一起。最后还有3人没有站队，分别是波波头、嘟嘟嘴和圆眼镜。波波头极不情愿地凑到了同等级的房间，而圆眼镜被受欺负的叫了过去。这个嘟嘟嘴自己跑向了主角团。然而大家都特别烦这个人。此处更正一下，嘟嘟嘴是害黑长直变成 F 人。嘟嘟嘴是害黑长直变成了。嘟嘟嘴觉得自己才是受害者，哪有人愿意与好朋友绝交？可班里的这个情况，谁不做墙头草？换做任何人都会做出一样的决定，其中也包括黑长直。恰好二人的谈话被当事人给听到了。当天晚上，齐刘海主动找到高鼻梁，感谢躲避球中的帮助。其实他非常的直率，把创作出来的 APP 当成了孩子，宁愿自己受委屈，也不愿孩子被侮辱。所以他想加入主角阵营，有什么需要可以尽管说。金字塔游戏逐渐升级。 霸凌也随之肆无忌惮。然而却迎来今天反转。原来研习的第一天晚上，有几个经常被欺负的同学来到主角团的房间，大有一副想要支持摧毁游戏的样子。
但胖妹看出高鼻梁似乎有些不高兴，其实他一整天都在想录音文件的事，给人一种已经删除了的意思。就在这时，店员发来一条短信，告诉他的选择没有错，原来那些音频证据并没有删除。另一边，受气包总是戏耍校霸，校霸气不过一把薅住了他的衣领，但碍于等级和规则，扬言毕业后就收拾他。然而受气包挑明，就算毕业金字塔游戏也会继续，因为傻白甜才是主导主。与此同时，波波头找到傻白甜，不明白他为什么不惩罚自己，甚至连提都不提。原来波波头推傻白甜下水时，二人恰好四目相对。说罢头也不回地离开了酒店。紧接着黑长直就接到了傻白甜的电话，他应邀到地下车库一看，发现这人把妈妈带来了。在妈妈的印象里，二人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傻白甜立刻凑了上来，表示今后一定要联系才行，实际上是在威胁黑长直。送走了妈妈以后，傻白甜一脚踩烂了他特地带来的草莓，警告眼前这个曾经的好朋友，最讨厌那副假惺惺替别人着急的样子，以至于想要杀了对方。此外，傻白甜还透露，高鼻梁为了保护父亲已经背叛了集体，这样的感觉怎么样？夜里高鼻梁睡不着，打黑长直的电话发现他没带，于是就在花园里散心，恰好遇到了同样郁闷的黑长直。第二天一早，学生们要真人 CS 对战，受气包突然宣布，最近班级的秩序很差，大家真的很受苦，全都是因为没了 S 等级，所以在等下的团队战中改为个人战，被狩猎三次以上的人将接受惩罚。友情提醒，惩罚可是会很重的哟。高鼻梁知道颁布命令的人是傻白甜，随即游戏正式开始。没人想受到惩罚，所以非常的认真。突然大家收到了班级内发来的消息，没过多久，谨慎的帅 T 就中了一枪，打他的人正是练习生。然而话音未落，练习生就被击中一枪，紧接着身后又中了一枪，眼看他就要三阵出局，帅 T 猛地想起受气包说的惩罚加重，以及同学们提到过最重的惩罚是退学和当众脱衣舞的消息，他一把拽住练习生，然后死死的护在身前，任由子弹如雨般的落在自己的身上。另外一边，黑长直也被打中一枪。与此同时，高鼻梁被波波头给偷袭了，他迅速找了个掩体躲了起来。波波头认为自己变成现在这样全都是高鼻梁他们害的，原来同学们收到受气包的消息，让他们围攻反游戏联盟的人。最终高鼻梁、黑长直、四六分帮练习生挡子弹的帅体和游戏前与嘟嘟嘴换了马甲的圆眼镜成为了游戏的输家。受气包提议在他们中选一个当 F 等级，傻白甜呼吁只有选出了 F 等级大家才能安心，因为不知道谁什么时候会选为 F。 他这一手非常的狠，同学们变成了安全的旁观者，为了自保必定都会举手投票。事实如同傻白甜想的一样，就连昨晚的胖妹也同意了这个提议。接下来的规则很简单，五个人必须告知彼此犯的错，每说出一条就会得到一枪彩蛋，当彩蛋用完游戏随之结束，说出秘密最少的即为 F 等级。如果全都选择不说，那么五个人便全都存活。受气包认为这样的概率几乎为零。原来主角团在游戏前收到了傻白甜的信息，告知朋友背叛了他们，这人想看到的就是四分五裂的背叛。不过傻白甜低估了几人的友情。圆眼镜对着自己扣动了扳机，承认背叛了朋友们。原来昨晚主角团都睡不着，在花园里偶遇了。四六分坦白被傻白甜威胁，但他从小被哥哥打到大，甚至有一次差点失明，所以巴不得哥哥身败名裂。而练习生也挑明，帅 T 轻易地放弃了梦想，实在不配当自己的朋友。至于高鼻梁和黑长直，大家让二人不要在意，错的不是他们，而是傻白甜，所以不必因为什么感到愧疚。至此高鼻梁明白这是一个背叛就一定会毁灭，但合作会对所有人都有利的心理游戏。紧接着大家学着他的样子将枪对准了自己。原来圆眼睛对着自己扣动扳机，承认曾背叛朋友的事实。高鼻梁立刻意识到只要团结才能对所有人都有利，于是毫不犹豫地将枪口对准了自己。其他人见状纷纷照做，囚徒困境在五个人的欢声笑语中俨然转变成了释放青春友情的嬉闹。傻白甜见状面如死灰，显得特别的生气，旁边的受气包意识到不对劲，挑拨校霸赶快做点什么。然后这个愣头青指着圆眼睛扬言今天非要教训他，帅 T 立刻挡在二人的中间，提醒不能欺负不是 F 等级的人。主角团几人立刻上前抬起栅栏，没想到帅 T 的腿已经被刺穿，栅栏上的钉子还在滴血，惨剧就这样发生了。很快他被送进医院，班主任把这个消息告诉给了他当校长的姑姑，经医生检查伤得很重，然后校长又转告给了傻白甜的妈。这人最先想到的是必须得保密，无论学生还是老师，任何人都不得外传。此外他记得
帅 T 应该是学校资助的特长生，如此一来事情就变得简单多了。与此同时，校霸反应过来被受气包当成了枪使，嚷着要找傻白甜说理，旁边的朋友让他冷静点，声称那个香娘不会帮忙应付他残暴的父亲。然而校霸让好友认清身份地位，区区一个司机家的女儿也敢多嘴，别以为一起玩就是友情了。另一边，受气包听说帅 T 伤得很重，有些担心，毕竟没有 A 等级的允许， B 等级伤害了非 F 等级的人，所以他提议干脆取消游戏，改为直接的霸凌，当然见不得光的事还是他来做。然而傻白甜不同意，坚持必须得是金字塔游戏才行。原来他小的时候，老师教给孩子们的就是金字塔游戏，并且宣布给玩得好的小朋友发奖品，而玩得不好的会受到惩罚。结果傻白甜遭受了其他同学欺负，期间霸凌的人还嚷嚷只是个游戏而已。当时黑长直就在旁边，不知道做了什么得罪了吗？与此同时，圆眼镜重新被主角团接纳，还有更多的同学加入到摧毁游戏的队伍中。其实高鼻梁已经筛选过，刚刚没有举手赞成的只有大眼睛和齐刘海。当晚班主任依照上头的吩咐，对同学们宣布，针对帅 T 受伤事件，任何人不得以各种形式外传，说白了就是彻底掩盖丑闻。高鼻梁知道班主任没有这个权利，全都是在场同学们的父母施压的结果。学校商讨后决定罚校霸打扫两个月的卫生间。林大友，너는서울로복귀하면두달동안복도볼청소해알았어？학폭이소원이아니라요。班主任不仅以游戏推脱，甚至嘲笑高鼻梁过于认真。就在这时，练习生收到教练发来的短信，帅 T 伤到了骨头，不能再做运动员了。恰好一旁的校霸叫嚣，要让家里的保姆替他打扫。练习生再也忍受不住，薅着校霸的头发发泄着心中的情绪。旁边的班主任非但没上前阻止，还扬言要扣练习生的学分，那样的话小心不能出道。高鼻梁想起校霸的种种恶行，径直的来到练习生的面前，表示由他送校霸回房间，其实心里已经做好了教训这人的打算。旁边的傻白甜见状，立刻在班级群里发了条消息，内容是 A 等级通报，将会对校霸进行惩罚投票，因为就算他死也不会放弃金字塔游戏。第二天，黑长直陪练习生看望了帅 T， 他瞬间就觉得都是自己害的，莫名的产生了一种愧疚感。回到学校，高鼻梁开始分析每一位同学，看谁加入团体的概率最大，然后在他们的书桌里留下字条，内容是倘若可以匿名，要不要一起推翻游戏，等熬到放学再一张一张的收回。结果无一例外，全部都答应了。与此同时，普通班开始流传帅 T 受伤的始末，国家候补游泳运动员被校霸打致残疾，但网络上没有相关的报道。第二天，就在受气包主持校霸的惩戒投票时，班主任突然闯了进来，原来学校临时决定让他强制转学。他的父亲得知这个消息，冲进办公室，当着班主任的面把女儿好一顿毒打。因为帅 T 受伤事件让父亲损失了好多人脉，而那个在学校流传的聊天软件是高鼻梁拜托店员做的，因为大人们可以拦截新闻，但却无法掩盖小道消息。这天晚上，傻白甜来到了黑长直的家，当着他的面剪掉了自己的长发。第二天上学，黑长直就刻意的躲着大家，而傻白甜顶着一头短发来到了学校。一直到晚上，高鼻梁越想越不对劲，他就把这件事告诉给了店员。然而店员不慌不忙地掏出一段录音，里面是黑长直拒绝受气包拉拢的对话，当然还有与傻白甜的谈话内容。原来这人把剪掉头发的事怪到了高鼻梁的身上，如果黑长直继续和他毁掉自己的金字塔游戏，那么无论高鼻梁去哪，做什么，和谁见面，绝对会让他以加害者的身份生活。不想那样的话就回到 F 等级去。傻白甜承诺以后不动其他的同学，就当这次还他一个人情。不知道是出于小时候的愧疚，还是想保护高鼻梁的心，最终黑长直同意回到 F 等级。次日主角团开始了摧毁游戏计划，利用傻白甜的动摇和己方团结一心的优势，同时对黑长直坦白，无论傻白甜做了什么绝对不会被吓到。这一次他们一共说服了算上主角团13人之多，已经超过了游戏的半数。高鼻梁号召大家在游戏当天放弃投票，如此一来便不是大家的游戏了。另一边，有力在社交平台上发现练习生会出席星期四的庆典活动，于是他做了个大胆的决定，而那一天刚好是游戏的日子。练习生跳完一曲热辣的舞蹈后哭着离开了活动现场，刚好被伪装成人偶的有力给看到。与此同时，高鼻梁宣布对决正式开始。然而就在同学们陆续回班级准备游戏之际，练习生竟然死了。高鼻梁气愤地冲进班级，径直地向着傻白甜走去。第16届投票开始，傻白甜要求此次选出固定的 F 等级，很明显是针对黑长直的。然而就在这时，高鼻梁突然冲进教室，一把将他推到了黑板上。네가만든게임때문에조우리는히키코모리가됐고명자원은손목을그었고심은정은선수생활이위태로워이번에임예리미야。然而傻白甜并不在乎，亲口承认是游戏幕后主导者的同时，命令所有人都得听他的，然后再一次强调必须有人主动担任 F 等级。高鼻梁一听这话，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黑长直，担心以他的性格会主动接受，于是立刻转移了话题。之前对校霸的处罚还没能生效，凭什么让大家相信？忽然受气包举手表示赞成傻白甜的提议，在他的带头下又有几人举手跟票，而傻白甜始终死死地盯着黑长直。高鼻梁清楚，只要他自认 F 等级，那么之前的努力就全都白费了，所以想到个以退为进的办法。首先同意傻白甜固定 F 等级的提议，如果超半数的同学赞成就立刻实施，但他必须得尊重投票结果，毕竟他说过游戏是大家的，如果超半数的人不同意，那就得终止金字塔游戏了。然后不等傻白甜答应，立刻询问同学们准备选谁来当固定的 F 等级，是前面的好闺蜜还是后面的同窗同学。其实经过这么多天的相处，大家早都产生了友情，谁都不想被欺负，也不想欺负其他人。不过高鼻梁看出来袁眼镜的情绪不对劲，似乎想要替朋友们承担，他立刻补充自己再也不想看着朋友们被霸凌了。一声铿锵有力的朋友，不仅让袁眼镜坚定了摧毁游戏的决心，更加让全班同学的友情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俗话说千里长堤毁于蚁穴，高鼻梁阐明道理后，他在等待第一个站出来反对游戏的人，并呼吁大家不想玩游戏的就卸载然后站起来。어때네입으로늘강조했잖아피라미드게임은우리모두의게임이라고좋아그렇게해。被逼到极限的傻白甜再一次看向了黑长直，那个眼神仿佛在说只要他当 F 就放过其他人一样。再加上黑长直本就对傻白甜有亏欠，所以他才会胸有成竹的同意。而高鼻梁知道这一切都是针对黑长直的，只要他不主动降为 F 等级，依照计划应该就可以摧毁游戏了。四六分见迟迟没人站出来反对，刚准备卸载游戏，삭제했어。全班所有人都没想到，第一个站出来反对游戏的人竟然是黑长直。原来他意外听到傻白甜的计划是把高鼻梁选为固定的 F 等级，因为他想让黑长直重温好友被迫坠入地狱的感觉，那样才会更加的痛苦。黑长直得知被骗才勇敢地做了这个决定，紧接着四六分卸载了游戏，然后是圆眼镜、沉默寡言的大眼睛，还有经常被嘲笑的胖妹，游戏软件的开发者齐刘海，化作被顶替的高马尾，越来越多的同学加入了其中，当然也有事先说好却中途背叛的人。这里注意，想要摧毁游戏必须半数以上通过，目前班级有22人出席，也就是说必须得有12人放弃才行，就算再加上意外同意的几人还差一个。高鼻梁也不自主地焦急了起来，剩下的这一人到底要怎么办呢？他心里不断地祈求再站起来一个。就在这时，校霸突然站起身卸载了游戏，他要看傻白甜出丑。김다연너무효야。因为帅 T 受伤的事，高鼻梁不同意也不愿意校霸投票，因为施害者应该受到应有的惩罚，而不是坐在班里参与其中。나아니면미달인데그래도네표는필요없어못알아들어넌자격없으니까빠져。校霸一听这话简直要气炸，然后对着黑长直就开始殴打，将所有的怨气都怪到了他的头上，殊不知他的行为全都被直播了出去。与此同时，第12个人卸载了游戏，而他正是规则的维护者班长。原来在最后一次游戏之前，高鼻梁劝他改变阵营，因为同学们之间已经发生了变化。话音未落递过去一台微型摄像机，实际上班长也早就厌恶了游戏，这才会亲手将摄像机放在黑板之上，偷拍到二年五班的霸凌行为。至此算上班长以及主角团几人，有12人同意终止金字塔游戏。高鼻梁当着傻白甜的面宣布Game은사라졌어。霸凌事件一经公开，迅速在网上扩散开来。这里更正一下，练习生并没有死，而是高鼻梁的计划。原来他跟着练习生来到泳池边，突然一个人偶熊出现，紧接着有力把他给制服了，意外的将练习生撞倒并晕了过去。而那个人偶熊才是小黑粉，有力在社交平台上察觉到小黑粉要对艺术生不利，这才会赶到学校阻止的。而高鼻梁利用了这一点，让所有同学都误以为他是被傻白甜迫害才出的事。学校这边为了掩盖丑闻，将二年五班的同学分散到了其他的班，然后找班长、波波头和司机的女儿顶罪。这天黑长直突然接到傻白甜的电话，高鼻梁跟着他来到一家福利院，而傻白甜早就在这等着二人了。傻白甜当面吃下一大把使人麻醉的镇静剂后，这才缓缓地道出当年发生的事。原来他和黑长直是小学同学，二人的关系很好，傻白甜就把自己没有父母的事告诉给了黑长直，并叮嘱千万不能告诉其他人。可班上的同学看不上他，正商量要不要孤立他的时候，黑长直认为那样不好，就把傻白甜是孤儿的事告诉给了大家，从而使他成了班里被霸凌的对象，而黑长直成了旁观者。그래서그게네가명전을괴롭힌이유야아니。此时黑长直想让他把药吐出来，却结结实实的挨了一嘴巴。傻白甜提醒针对他是因为去年九月份的事，突然火警警报响起。其实在二人来之前，傻白甜就已经把后面的办公室给点燃了。高鼻梁见状立刻让大家先逃离这里，然而傻白甜药效发作，神志不清地跌倒在地。不等二人反应，办公室突然发生爆炸，火蛇紧接着就吞噬了整栋建筑。黑长直见傻白甜没了反应，毅然决然地冲进了火场。火灾事件后，黑长直向高鼻梁道歉，
他曾经是个霸凌的旁观者。그래봤자旁观者야가해자도아니잖아그것만아니면돼这句话深深地扎进了高鼻梁的心里，不是加害者的旁观者就一点责任都没有吗？与此同时，傻白甜的妈正为女儿霸凌的事发愁，突然一通电话打了进来，通知她孤儿院着火受害人是傻白甜。这人就想到一个扭转局面的办法，紧接着给电台的主编打去了电话。第二天就有匿名博主依据火灾情况，将霸凌一事转嫁到了高鼻梁的身上，把傻白甜包装成了被霸凌的受害者。不明真相的网友瞬间逆转了口风，对着高鼻梁和其他受害人口诛笔伐。同时警方介入了霸凌事件，不仅包括校长，就连和傻白甜关系好的同学全部都做了伪证，甚至挖出高鼻梁父亲的身份，怀疑女儿仗势欺人。同时博主爆出练习生与高鼻梁关系很好，不排除二人合伙策划的霸凌。总之在白岩集团的操控下，事件发生了逆转，高鼻梁成了那个加害者。原来傻白甜把二人叫到孤儿院，是因为这里才是金字塔游戏开始的地方。那天老师宣布了一个名叫金字塔的游戏，做得好的人会有奖励，反之要受到惩罚，其目的是拍董事长的马屁。很遗憾傻白甜不懂变通排名垫底，老师不仅罚他睡觉没有被子盖，甚至午饭的配餐只有三块腌萝卜。从那时起他意识到一定要做金字塔顶点的人。黑长直回想到这，忽然瞥见高鼻梁被警方带走了，他的内心说不出的愧疚。本次起火的主要原因是傻白甜随身带的那个打火机。原来自从同学们得知他是孤儿，霸凌变得更加严重。아못돼어차피양성은엄마아빠도없어서일사람도없잖아当时黑长直就站在一旁，一句话也没敢说。傻白甜见状，一把拿起霸凌者的火机，询问如果自己有父母，是不是也可以用它。仇恨的种子就是在这个时候种下。偶然的机会，他偷听到白岩集团的长子没有儿女，将会在这所福利院领养一个。傻白甜意识到自己的机会来了，于是便在公演的那天卖力地吸引台下的注意力。他那充满了刚毅的眼神让白岩集团董事长很满意，顺理成章地收养为了孙女，至此改名为傻白甜。然而收养行为完全是堵住媒体的嘴，长儿媳对他一点感情都没有，就连家教都敢给他甩脸色看。当然董事长也对那副懦弱的样子不满意，所以经常被罚抄写上百遍的圣经。随着次数日复一日的变态般的教育，傻白甜成为了董事长想要的怪兽。高鼻梁配合调查期间，同学们商量不能坐视不管，也该为之前的行为做点什么了。当天放学四六分找到了郑记者，这人向来公正无私，恰好他的举报行为唤醒了历史老师的良知，历史老师决定公开手上的证据。另一边练习生放弃了唯一出道的机会，录视频向公众澄清霸凌的始末，承认虽然不是施害者但却是个旁观者。与此同时高鼻梁收到了实习语文老师的消息，原来历史老师无意间拍到高鼻梁被波波头一伙霸凌的高清视频，他又转交给了实习语文老师。不过这还没完，同学们纷纷在社交平台上公开了这段视频证据，并且实名承认曾经都是事件的旁观者。有力看到了练习生的澄清视频后，他鼓足勇气决定出面作证。原来他被霸凌的时候只有练习生愿意帮助他，作为报答他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在哥哥的帮助下开启了一场直播。이유는발을밟아서라고선생님한테알리고나서는벌칙으로스트립쇼를했습니다그동영상이인터넷에올라갈까봐무서워서엄마아빠한테말도못했습니다有力的直播瞬间在网上掀起巨浪，网友们纷纷调转枪口的同时安慰起了被霸凌的人。与此同时黑长直终于想起来九月份是什么事了。刚开学那天他认出了傻白甜，二人匆匆地打了个招呼后，他以为对方原谅了自己，所以就和同学离开了。然而傻白甜恨自己还没说原谅，黑长直那罪恶感就从脸上消失了。별미친년을다보네합리야오지고책임전가는걸존나극혐이고자기혐이토마와억울한척하지마얘가널만나자마자무릎꿇었으면네가그게임을안했어약은처먹었어도타임라인은제대로짚어너그때이미조우리한테도그짓하고있었어미친년이실컷미친짓하고놀다벼랑끝에서니까이제와서나도피해자였어요학폭피해자어쩌라고네가고아의피해자였던불행사사깔면피라미드게임했다는게뭐달라져어차피넌명장한테용서그거못줘왜이젠네가학폭가해자니까该说不说，高鼻梁真是人间清醒。就在这时办公室突然发生爆炸，没过一会消防员就赶到了。事后没人知道傻白甜被送往了哪家医院。故事的最后，实习老师向郑记者举报了学校违法违规的行为，校长和班主任成了替罪羔羊接受律法的审判。校霸被他父亲揍得半死，波波头的父母怀疑女儿是精神病，受气包不满对他的成绩，天天举着牌子抗议。不过没有人理他，班长则是坦然地接受了停学的处分，但却依旧没有傻白甜的下落。傻白甜的养父决定抛弃养女保住集团的声誉，其实董事长要的就是如此。他收养傻白甜的目的也是刺激儿子成长，
如今目的已经达到养孙女就没用了。随即养父紧急的召开了记者会，宣布弃养傻白甜的同时，决定好好整顿学校。实际上傻白甜被送进了一家不起眼的医院，可能醒来后会过上地狱般的生活吧。这天高鼻梁走在路上，恰好碰到有个女生被人欺负，他忽然回想起自己曾经也是个冷眼的旁观者，黑长直的话瞬间回响在了耳边，他这次不想再像以前一样。凑巧的是黑长直和他有一样的想法。很快假期结束，大家也顺利的升到了高三。然而开学的第一天，未来集团的双胞胎转到了这里。야백카린이이학교에서하던게임이뭐라고피라미드게임재밌을것같지않냐게임고고而这两个人恰好转到了高鼻梁的班。안녕난성수지야